啊嘟嘟啊嘟嘟，呵呵，快速取得的话会加分哦。跟我比牙齿，呵呵，给你拿两个，快点下来啦，不要拖台前哦。哎，它是分格子，一格就动一下，然后就推进去。道具泡泡包含了各种奖赏、新的服装、贴纸，还有其他很棒的道具，我都还没看完嘞。抢三回啦！你看哦，拿到好多，都是我的。在楼梯前往上跳，你就能跳上后方，这是一个科学小常识。呵呵，拿完了。你看还会比分数，我分数好高哦，弱者。做得好，接下来很简单，只要过到桥的另一端就可以了。我过到桥的另一端了。有一次我被困在帽子里，你知道，有时候在小小大星球里，你也可能会被困住。你有可能会被困住。不过还有一线希望啦，你不用像大脚哈利一样生气的四处跺脚嘛，这不是地板的错，这大概也不是你的错。按下选单按钮，开启玩具箱，还会跳舞哎。推左操作杆来选择再试一次图示。按住那个 L2， 然后甩。然后按住确定按钮不放。Okay.继续按住确定按钮憋气，直到你爆炸为止。按住圈。不过还是有一线希望啦，你很快就会被一针一线缝回原本的模样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刚刚说怎样才可以爆炸，并出现在最后启动的终极点。我也没在听到你害的啦，那边玩什么推掌攻击？他刚说什么？按什么闭气？有一次我被困在帽子里，要重来，你知道？再听一次。有时候在小小大星球里，你也可能会被困住。不过还有一线希望啦，你不用像大脚哈利一样生气的四处跺脚嘛，这不是地板的错，这大概也不是你的错。按下选单按钮，开启玩具箱，推左操作杆来选择再试一次图示。左操作杆。然后按住确定按钮不放哦，这个啦，再试一次。继续按住确定按钮憋气，直到你爆炸为止。按住确定按钮憋气，嘣啊！不过还是有一线希望啦，你很快就会被一针一线缝回原本的模样。好了，连要跟妈妈撒娇的时间都没有，并出现在最后启动的中继点。按住圈，按住，按住。哎，那来的喝，然后就可以回到这边。这样就好的耶、yeah, 到下个房间我会就像刚刚被卡死，这些道具里面有贴纸，快点拿贴纸，使用贴纸完成这个半自画像就可以打开这扇门。我的贴纸是小小大星球的小小杰作，慢哥也是梦想国度当中最值得收藏的必备物品。必备物品，我就看他说。按下选单按钮，开启玩具箱。按下选单按钮，玩具箱。按下确定按钮，选择贴纸与装饰。这里贴纸与装饰，我会。你一定会对这感到惊喜吧？它让罗马大教堂变得像是贴在天边上的磁铁一样。你要移动到那个上面。当你在小小大星球里到处闯荡时，你可以到处自由地贴上贴纸，你看我，分享这些可爱的小东西。用左操作杆选择喜欢的，你看我就放上去了，有没有？按下确定按钮选择。那个是我放的啦，你看要帮我放手给你看。使用左操作杆，有没有？你看还要去转它的位置。自由的移动贴纸。好，你看我贴好了，超强。向上或向下推右操作杆能改变大小。不理你，继续跑。你按那个正方形啊，你现在还用着贴纸，你按叉叉啦，按叉叉把贴纸取消，然后退出选单，你再按叉就会退出选单，然后你就可以动。笨笨呢哦，我也没玩过啊。真正的艺术就是这样，弹力垫可以把你弹至空中，快点，我们弹至空中。喂，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哈哈哈。都是我的！好了，完了，走吧，我们要去下个房间。都是我的！
下面这边还有啦，我来剪贴纸。你看哦，站一二三，什么都有。你看下面掉了一个球球，我帮你吃。你看我三千多，你看你多少？你要走这边，你那边被挡住了啦。你要先下来，下加叉，然后弹到右边这一边来，好，跳过去。你看，又是球球，都是我的。如果你是一位高手之一的话，这将会让你立刻把其他新颖的布娃娃全部都给比了下去。把新颖的布娃娃全都给比了下去。看清楚喽，你可以用 PlayStation Eye 摄影机拍下照片，并且贴到小小大星球里面。你钻进去干嘛啦？出来啦！我现在也很兴奋哎、欸！我现在也很兴奋哎、欸！使用选单按钮打开玩具箱，进到贴纸与装饰中的 PlayStation Eye 页面，寻找一个符合你形象的框框，形象的框框按钮选择，然后利用左操作杆移动，就像移动贴纸一样。当你准备好时，姿势按下确定按钮，拍下照片，并且直接贴到场景里头。提醒你，照片内容需为老少咸宜，不要留下不雅的照片哦。好了，玩完了啦。如果你是那些精通电脑的高手之一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又拿到一个了，我超强。你看，又一个是我的。新的啊，上不去。全部都被了下去。啊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你吃屁！到嘞，白羊，你真是天生好手。你看，我又拿到新的贴纸了，我是贴纸哥。你看我5100，过关 ，success， 耶，过关，过关，过关。过了新手测验，拜拜。我要开冷气。出色的表现呐、啊！我们认为你有机会成为小小大星球的传奇人物，百分百呢，所以会持续关注你的。你可以回到相同的地方，或拿着这个徽章前往未知的领域。按前，你的绿绿人。使用左操作杆。他在捞饼。让我五秒。让你五秒，可以。5秒。好，可以。不要多了，就10秒，我让你10秒。准备学习如何抓取和摇摆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不，我们来开始学习抓取。快点啦，让你10秒了啦！我的，啊，你帮我推，谢谢大大分享。啊，什么被吃掉了？哎呀！快帮我推！使用R1将海绵块拖至顶尾R1这颗。R1，好，这样拖至顶尾。你一直在那边挡，你是在挡什么？走开呀、啊！你在那边，你又把它推走，白目哎！你把我挤在一边，我怎么办？谢谢啦，北拜那波上不去啦。这怎么玩啦、啊？哎呦，车车啦，推车车，推车车，你先走开啦！你想什么嘞？好啦，推好，你还不赶快跳？我不理你，我推。这时候要努力去撞。哦，我会，我会，你看我把它撞倒，我超强。哇，掉进去了，掉进去了啦，都你害的啦！这个拖开啦，拖开就可以了。哎哎，出不去哦，北方呢？
不理你，我跑一跑。我的嘞，乱投。布娃娃，我发明的车轮，这样你又能拉动大型物件，快点啦！按住R1不放就可以抓住沙发，快点，不然哎拖不完，赞，哎掉，快拖，哎掉，你看好多，乘二呢，1090。哎呀，拖一直按住叉就会更有力量。看全部冲过去了，你们冲这么快干嘛啦？没有吃到，回来啦，回来没有吃完啦。啊，我人呢？啊，我怎么不见？哦，我不见，我人呢？人呢？还我！我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放我出来！我看看，快点，你也去自杀，痛哈哈哈哈，你看我又复活了，爽，爽啦，走走走走，快吃我的，还有那个甜食啊，我吃大的，吃不到，竟然吃不到，达文西你在挡什么啦？达文西你这。忙不行，达文西你在挡什么啦？借我踩，不能踩。达文西在挡什么啦？乖呀，我要吃啦，我要去前面把车拖回来啦。你不要，为什么在拖你啊？你走开哦，我要拖车子。你为什么走开哦？肥胖呢？我从那边推啦，烦死了。拿个吃个大球球，吃老半天。卡住了啦，不能太多厉害的啦，少一个东西不能吃啊！回来看啦，看那个怎么吃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要吃啦，助跑，哇，没有，助跑，你看你看我助跑，啊、呵，拿不到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吃到那个，这个没吃到我就不继续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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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你看这边有超级海绵。把海绵拖上去就好啦，这个好重，不用重。过来啦，你不要拖我台前哦。我在那边吃球球，你在那边跟我混。快点啦，跳上来啦，跳！你看，你看上面一堆球球可以吃，不吃笨笨。跳上来啊！哦，没有，那个里面有洞，直接走过去就好。你还从旁边走？好了，这边没有了。假霸冰罩，我们要把那个海绵拖上去。打文机在那边打。哇，这个海绵好像不能拖上去呢。拖上去啦！我要吃那个啦。啊，不让我拖啊，没有办法往上拉。哇、哦啊，就没有反应哦。没办法啦。拿不到了啦，多厉害的啦，推什么车？我知道，我把你丢上去，快点过来。他那个，好，不管了，我一定要拿到啦！啊，超级助跑呀！拿不到啦，不拿了啦，烂游戏耶！这个到底推不推回去？不行啊，一边无剑。不管啦，我要拿啦，看一下怎么拿。还有没有重来？再来一次。哦，按再来一次。不管啦，我要拿那一个啦。不要看达文西啦，难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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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一马当先，啊！你说什么？